今天又把小妹娘安排上了。甜妹也好冰啊、哦！奶茶了，哇塞，哦，冰！这个是豆乳麻薯，哎呦呦呦呦，我的妈呀！啊，这一口呛了，麻薯呢？这白色就是麻薯。我以为这个会有拉丝，不是啊，这个草莓盒子。我的妈呀，冰！啊，咋还有冰碴子呢？我感觉我今天一起吃了个冰的甜品，就是那种像冰淇淋口感的那种。点个赞呗，谢谢。